大家好，这里是最佳拍档，我是大飞。自从最近微软凭借 OpenAI 和 ChatGPT 火了一把之后呢，老对手 Google 就总想着扳回一局。之前发布了硬刚 ChatGPT 的 Bard，但是没想到翻车了，弄巧成拙。所以呢，Google 这周又发了个大招，发布了史上最大的视觉语言模型 PaLM-E。这个模型有多夸张呢？参数量高达5620亿，是 ChatGPT 3的三倍。这个模型结合了5400亿参数的 PaLM 模型，以及220亿参数的 Weight 模型，不仅可以理解图像，还能理解和生成语言，执行各种复杂的机器人指令，而且重点是无需重新训练。PaLM-E 可以直接分析来自机器人摄像头的数据，无需对场景进行预处理。而且实验结果证明，模型的正迁移能力也相当强大。接下来我们看几个 PaLM-E 的 demo 视频，相信你一定会有通用 AI 很快就要到来的感觉。第一个 demo 是基于机器人摄像头的视觉反馈，任务是从抽屉里把薯片拿给我。注意，这个过程中还加入了对抗性干扰，即便实验人员多次移动薯片，机器人仍然能够重新抓取。而且最后还把抽屉给合上了，并且把薯片交给实验人员。注意，这个视频是四倍速播放的，所以实际的速度应该并不快。第二个 demo 是让机器人把绿色的星星拿过来。这个绿色的星星是机器人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的物体。第三个 demo 是让机器人按照不同的颜色将积木块放到不同的角落。可以看到，机器人可以很好的规划和执行长期任务，并且详细分解说明了机器人的每个步骤是如何规划的。
这个 demo 是让机器人将剩余的积木块移到已有的积木组中。Palm E 会将它分解成多个低级的策略，比如将黄色六边形移动到绿色心形旁，和把蓝色三角形移动到积木组中。而下一个 demo 是让机器人将海洋色的积木块放到一起。可以看到，机器人也可以准确识别出蓝色的积木块。最后，实验人员还演示了两个泛化的实例，一个是将红色积木块推到咖啡杯中，这个数据集只包含了三个带有咖啡杯的演示数据，并且没有一个含有红色积木块。另一个实例是让机器人将绿色的积木块推给乌龟，即使机器人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乌龟，它也能够成功的执行任务。在零样本推理方面， Palm E 可以在给定图像的情况下讲一个笑话，并展示了包括感知、基于视觉的对话和规划在内的能力。对于多张图的关系， Palm E 也整得很明白，比如图一中的哪个物品在图二中没有。 Palm E 还可以在给定带有手写数字的图像后执行数学运算，比如对于这张餐馆手写的菜单，Palm E 可以直接算出两张披萨需要多少钱。谷歌的研究人员计划未来将探索 Palm E 在现实世界中的更多应用，例如家庭自动化或者工业机器人，也希望 Palm E 能够激发更多关于多模态 AI 的应用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